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苦。星际线大战第13话开始了。我们在上一话12话的时候，是莱丁、R1、R2 他们三个去做侦查的动作。基本上那一关没有什么特别发生的事情，大概就是跟敌人僵持个几回合之后就自然撤退了。对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。所以说就结束这一话，然后看看第13话会有什么样的发展，就是现阶段改造部分暂时不用变了，对，等钱多一点时再继续。然后零件的话，凹陷的雷达我打算给阿万装。好，开始咯。哎呀，巨石本要先回，要先离队一下，要回东京去。哎呀，希洛啊！就这一关大控魔龙还是不能动，到脑筋了，你好几关都没有进行探索了。狙击兵哦，哦，命中很高，好，开第3发。やるな。この野郎。見える。来兵冲过去吗？行，干吧！打他哟！やらせない。お前では相手不足。うわあ、やられる。
交给阿万处理。哇，是阿兔啦。哦。走狗。根本颠簸了。逃げられるものか。ひょいっと。必然会获得近距离攻击，其实命中率应该是还好。该怎么活？少しはやるじゃん。邪魔すんじゃねえ。早いんだよ。ジーリボルパ白冰可七裂哦，是有点点损伤而已，这个就可以来钉补刀了，顺便赚一下气力。
ランソード。ライナやらせない。好，就先给待定哥。这样子的话，待定哥有基本气力。カウンターパンチ！10年早いんだよ。打咧，你看看吧。消えろ！狙いが甘いぜ！好好，阿兔开必杀。ビームザクラム！うおー！
消えろ。青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来顶骨。啊，你有避闪啊。所以这一发应该是得挨一下了。ザウルガイザー。 やっよったな。死ぬのだ。ちくしょう。死ぬのだ。ひょいっと。犯人。待会儿他会补血。死ぬのだ。ちくしょう。伤脑肌肉援军呢？イーリボルバー。甘いよ。射程内、攻撃 OK。 見える。
ザ・ウールガイザのだ。まだだ。まだ俺はピンピンしてるぜ。よくもやりやがった。これはお返しだ。おお。早いんだよ。シーリボルファだな。做个记录好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头痛耶。这样根本就没有心力去打那个25000那个 boss， 都没有那个心力啊。どうも、ゴーガン。想是不是要把他的血打到电程度，他自然就会撤退啊？先打到15000以下看看好了。とどめだ！ハイドロブレイザ然后打到那个他的12500以下，看他会不会跑。查克，有。哦。死ぬのだ。見える。不跑。
ナックルパンチ。うおお、死ぬのだ。オタク、ちょっと遅いよ。お、大家都要闪过。这样子他就是不撤退就是了。好，下回合就给他。邪魔すんじゃねえよ。倍にして返す。笨账家伙，好不容易把他打快死了，就被跑掉。程度のビームなど ゴッドバードチェンジ、 照準セット。
照準セット鉄拳を食らえ！啊，终于结束这一话了。有惊无险，本来以为他撑不住了啊，不过那个家伙竟然给我跑了，我都快要把他打死了，可恶啊，浪费我的能源啊。好，十三话大致上就先这样子了。哎，说到这一话，可惜的点还是那个两万五的那只，没有把它打死就跑掉了。当然，如果我也不知道他 HP 大概多少就会跑掉，但是我总觉得其实如果算准还是可以打死的。我算了啦，没必要那样子。先把该丁格的气力改满，那个烟，因为毕竟超级系烟很重要。好，这一话就先到这边了。我们第14话后再继续吧，拜拜。